希望呢个方法行得通。我真系谂唔到送乜嘢。曲太费神，点拣礼物好？不知点样拣玩具和银包。我怕我对佢继续都咁重要，点拣好呢？如何俾他惊喜？买 DVD 好吗？我太无知。屋企啲相啊，实在何其多。我怕我买中最劲抽嘅游戏，点拣好呢？才能俾他啲惊喜？我个个老友见到笑我咁样，或者啦，我系太紧张。喂，老友快快救我，呢一刻鬼咁苦恼。点先好呢？化当会眼乱吗？揾占卜问问，盼望会知。我怕我会买中佢心中。送乜嘢俾我都咁完美。求明白佢。